在驾车驶过挪威屋脊的这一天，我们经历了下雨和下雪，从山下的云雾缭绕到山上的大雪纷飞，我们在一天的时间里经历了四季。昨天在河谷里最高温度是20度，前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个松树林里过夜，在这里这个免费的驻车地有免费的卫生间可以使用。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开始翻越这座山峰，这里被称作是挪威的屋脊。这一条连接了松恩峡湾的高山道路叫做松恩山路，这条山路的编号是省道55号，是一条著名的景观公路，它是全北欧最高最美的一条公路，全长108公里，中途会经过挪威，也是北欧的最高峰。公路的最高点在海拔1400多米的地方，堪称是挪威屋脊。整段55号公路海拔落差非常大，沿途景观非常的多样。9月23号，挪威已经开始下雪了。在松恩山路海拔1100多米到1400多米的地方，我们经历了下雪的天气。随着海拔的下降，到了800多米，就又开始看到了云雾。秋天的景色还是那么美丽。